谢谢，谢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厦门演出，厦门的朋友你们好吗？感谢感谢，我看上面还有人啊。他们说只卖了下面的票，没想到上面还有人，真好，谢谢谢谢你们，你们坐得太远了，你们坐得好远，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别到哪儿都得罪人，知道吗？不合适啊，我知道说这话不合适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今天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。对。国际传统的节日五月端三。对。这样的节日。哎，你等会儿吧。长得还真像你。谢谢。这是蜘蛛侠是吧？这脸型还真像。来给我看，我想问问这是什么？这是大象。谢谢谢谢，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，感谢啊！只有三个人送礼物啊，我记住你们啊。嗯，谢谢。头一排这些朋友们估计都是很有钱的朋友啊。我看没有人站起来送礼物，感谢你们啊，感谢，只剩感谢了。嗯，我同样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啊，把钱留住啊，对，放到家里面或者放到银行里面，然后终有一天啊，你会花不上的。谢谢，来到厦门演出真的是特别高兴，这是我们第一次，第一次，我的第一次就献给了厦门。哎。厦门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呢，就是阳光明媚，哎，对，有山有水，哎，特别的美，有海啊，有海，挨着大海，这儿我们说的普通话大伙儿能听得清楚哈。我知道咱们这是中国，这是啊，咱们厦门说的是闽南语，对吧？对，闽南语特别的好听。谢谢，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我的师弟冯兆阳还有杨鹤通。杨鹤通就是刚才捧个那个巨肥无比那个，嗯，肥的没有人样了，嘿，肥的不像个人了，巨肥比他轻十来斤，对，杨鹤通，大胖子，哎哎，那都肥的没人样了，还比我轻十来斤呢，啊，那我就不是人了呗，不，嗯，不合适，什么不合适？我没有那么说呀，你就这意思，你这呢？没有啊，不过捧哏的胖一些没有关系。怎么呢？捧哏嘛，嗯，对不对？说是捧哏，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。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对，特殊的行业。我们干这个行业就是为了省钱，是吧？那当然了，没听说过。就是胖一些没有关系。胡说了，口齿伶俐就可以。您捧吧。而且人家有表演的经验。哇。家里有人干这个。家里有说相声的。当然了。哦。他姥爷。是孙越的姥爷，哎哎哎哎，就是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您说我姥爷，你自己干嘛？就突然间这儿不舒服了一下。您别不舒服行吗？您要捂那儿，我不舒服的一会儿。行行行，嗯，他姥爷，他姥爷是那个。别垫脚，你非得把他显出来的。李文华老师。对了，李老师，李文华，嗯，说相声说的特别好。是。唱歌也行啊，纤夫的爱。让你亲个够。你等会儿，那是余文华，性别都不一样啊。我记得文华吗？不是文华就行，知道吗？哦、李文华。哎，想当初给姜昆捧哏的那位老艺术家。哎，对，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。哎，是我呀。这孙子说得很好，说学逗唱啊，那是样样精通。您要是为了骂我呀，前面就别那么多废话，我干骂就行。这听说过，骂什么街呀？这位老师，哎，说得很好。您捧了呢。说相声人家是为了玩儿，哦，我拿这个当玩儿娱乐。哦，真的，人家里有钱。我们家富六代。哦，您等会儿，您等，人家都是富二代，我们怎么六代？六辈人都有钱。
哦，辈儿辈儿传。俗话说得好，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啊。人家里富了六辈，我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。哦，我父亲。孙越的父亲在北京，北京的通州区。哦，区就是以前的那个通县。哦，在通州区有一个外号。我父亲。哎，什么外号啊？叫大菜猪。哦，大菜。非常的了不起。哎，你等等等，什么叫大菜猪啊？哎。说这人有钱呢，大菜猪，大菜猪的吗？有钱不是，有钱就叫菜猪啊，有钱那叫大财主，妈还大菜猪了还，你爸爸还萝卜兔呢，大财主，财主，这么说你爸爸财主，你爸爸刚蒸，什么叫刚蒸啊？谁爸爸财主啊？大财主，有钱，有钱，哎，人长得也帅啊，那倒是，人高马大，漂亮。他不随他父亲，没随，他随街坊，我随，没。哎哎，等，你等会儿，这人呢，一旦随了街坊，就行，多少有些蹊跷。废话，我还得查查去呢，我还得，什么叫随街坊啊？你生什么气呀？我说你随街坊，你不生气啊？你随你的妈妈，我妈，嗯。我妈是街坊，不是，你妈妈的名字叫街坊。不是您说之前问问我行吗？不是街坊吗？谁起这名啊？街坊，反正姓王。王街坊。王街坊。街坊。小名叫邻居。这还是街坊。他随他妈妈了。我随我妈。他父亲年轻那会儿就喜欢花钱。因为有钱玩花钱，盖房子，我还盖房。他们家那房子啊，嗯，那个院子，我们家那院占地啊960万平方公里。哎，那个哎，你跟我们家说完我都害怕了。废话，我比你还害怕呢吧？我们家跟你有什么仇啊？我们家反正大呀。没那么大着呢嘛，是吗？啊，有200亩地就行了，200亩地。哎哎，院子当中，院子当中，两趟高速公路。我们家院里啊，哎呦呵，其中有一趟叫富宝高速，这哪儿到哪儿啊？你父亲到保姆那屋，没，有个高速，没，就是上岁数离不开人，你知道吗？富宝高速，是是是。还有妈厨高速，这哪儿到哪儿啊？你妈到厨子那屋，你妈到厨子那屋，你妈到厨子那屋。废话，什么叫我妈到厨子那屋啊？她就是离不开嘛。没听说过，我妈恶格，像话吗？这就是有钱，有钱别胡糟。他们家那个厕所啊，厕所里那个马桶，我们家纯金打造。我们家啊，厕所的马桶是纯金的啊。小金马桶啊，哦，纯金马定做的，那肯定得定做呀。你拉屎根本就找不到，也是没上过火。全自动的马桶，哦，就自己冲水啊。哦，一般的马桶啊，就别演示了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就别演示了。不是自动冲水那很正常，嗯，对不对？他们家那马桶，嗯，跟着他。您等会儿，就是我们那马桶就跟着走。对，您说是马桶这是轮椅啊？马桶。哦。他父亲只要是一脱裤子，啊，那马桶啪就怼上了。老头可得站稳喽，一脱裤子给怼墙上了。平时不敢脱裤子，零着呢。废话，可不敢拉屎了。只要一脱，啪就怼上了。好，让马桶给怼了。啊？真的。那马桶上面那个圈啊，镶钻石，镶钻石，尖朝上。哟，我爸爸最好是便秘，跟你说，血淋淋的马桶，哎呀，怼一下我爸都空血了，那有意思，哎，太有意思了，最喜欢花钱，好花钱，去北京城里头去吃饭，啊，北京城里，哎，去那个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。一般人都找不到。哎，您等会儿，一般人就给打出去了，知道吗？全聚德什么？烤鸡店吃烧鹅。您这有一样对的吗？全聚德那烤鸭店呢？烤鸭店。那卖鸭子的那是鸭店呢是吧？对，你父亲就喜欢鸭。
啊，明白吗？哎哎，说清楚了，行，烤鸭就往那一坐，喊服务员。嗯，咱们一般都是服务员过来，我点一下菜，都这样，对不对？他父亲不是，我父亲怎么了？有派头，我父亲还有派头，有粪，留神马桶，再给怼出去我。你瞧这模样，这马桶是不是怼傻了？给说话呀！服务员，这是饭馆吗？过来，是个鸭店，好像是。我点菜。您等会儿，我爸爸这憋着干嘛呢？这是，服务员过来了。啊，先生，您看您吃点什么？啊，这是我们的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啊，吃点什么？是啊，我们这什么都有，大饭店啊、哦，大饭店，大饭店吗？嗯，什么都有吗？是啊，蒸一个骆驼，我这蒸一个骆驼，生蒸啊，不要切啊，整个蒸，没有这么大笼屉。对呀、啊，您换个别的吧，那来一个，没什么好的，西红柿炒鸡蛋，点一西红柿炒鸡蛋，盖饭，哟，起了，起了。嗯，您上全聚德点一西红柿炒鸡蛋还盖饭，你上那儿干嘛去呢？你玩嘛，花钱。好好，吃完了饭去歌厅舞厅，歌舞厅哦，消遣。对了，在歌舞厅认识他的母亲，得认识，两个人在那儿那叫一见钟情、哎、等会儿你等会儿啊，就是我爸在歌舞厅认识的我妈。对，那我妈干什么的呀？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舔，舔什么？不是嘴干，嘴干。就是你别嘴干着呢，不要生气 啊！你没说呢，我还没生气呢。哦，好好好、啊，我妈干什么的？说你母亲，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哦，知道吗？这舞厅是不是叫富贵人家呀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什么叫可以啊？你说的呀。你会不会说话呢？这包袱你抖的呀，我哪知道。废话，什么叫富贵人家呀、啊？这是没有的，你别瞎说。大家闺秀，知道吗？那还有孩子呢。废话，我还不知道孩子，名门望族，你这么说着的吗？名门望族，哎，有钱，大家闺秀是在那儿认识他的母亲，也消遣去了。两个人边跳舞边聊天。哦，交际舞。哎呀，姑娘啊，你这个腰是真细啊。我妈苗条。脖子，叫脖子，姑娘，叫我妈钻死，长得真可爱。这好，走回家啊，跟哥哥熟。对呀、啊，不然怎么着？再有钱，哎呦呵，他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孙悦的父亲啊，没有儿子。对，我爸爸没有儿子。你说这个事儿搁谁心里他难受一下？知道吗？我不是难受一下，我得难受一阵儿，知道吗？我爸爸没有儿子，我哪儿来的？啊？我哪儿来的？问你的说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说的我不看你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废话，能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哪儿来的？我呢？街坊啊，这哎没听说不是。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，不是您这路话谁也听得懂啊？没他之前，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。不想孩子吗？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，在书房里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对，哎，这是过不下去了吗？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哎，没有看这个，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不看了，换一本插图版的。合着不认字儿啊？还是么看画过瘾？结婚？
这就结婚了？领家结婚去了。你真简单还。按说他们的生活很幸福很美满吗？这两家都有钱呢。有情人终成眷。别乱，警察得招来。看人家西门大官人，西门庆是一个淫棍，不是好东西。他也有后代子孙。对，西门庆三妻四妾。看我叉叉叉，你爸叉叉叉。什么叫叉叉叉啊？某某某不是叉叉叉吗？没听，那你说某某某不是叉叉叉啊？那我说出来。你说着说，你姓孙，你说。看我孙国庆。对，我也。我爸唱歌的是秃子是怎么着？孙国庆讲话吗？看我孙大圣。没猴啊，猴啊。孙悟空。那不是孙悟空，那不猴吗？孙燕姿。这倒好，女的，你看。孙楠。没有啊。孙某某。看我孙某某。哎，就完了。我也是一个淫棍。哎。我还不如爸爸有这外号呢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想想吧。来个姑娘也行啊。对呀、啊。你最次。嗯。来个京班啊。来个京。来一狗也行啊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想想呗。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嚓哭了。您等会儿。正哭。您等会儿。哭嚓。这不拉了吗？马桶没在。得亏没在，你要在这儿哭嚓咣就给怼上了。没脱，一脱就怼上。没听拉裤子。哭什么这不是。掉眼泪不知道啊。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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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眼泪了。哎，你父亲正哭着呢。哭着呢。小丫鬟从这儿路过。丫鬟扒窗户一瞧，哟，怎么扒窗户？这老不死怎么了？这是。哎哎哎哎哎，不是，这丫鬟说我父亲老不死啊？不是，他是内心活动。哦，心里这么想。哎，那也不行。心里尊敬他。这老员外怎么了？哎，老员外怎么还哭上了？对，不行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。安人就是他的母亲，官称小丫鬟一溜小跑。哦，小丫鬟，哎呵，小丫鬟健美操出身，一呵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丫鬟还提速了，你看。来到了内宅，嗯，扒窗户一瞧，老扒窗户。他母亲也在那伤心难过呢，我妈也难过呢，手里拿着一本啊，《金瓶梅》。咱我们家这是工具书，可能是。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嗯。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。哎，改本插图的。换了一张盘下来。哎呦，还是我妈聪明。嗯，嗯，别乐，乐什么呀？看人家潘金莲啊，是一个荡妇，不是好人。他也有后代子孙。哎，他有吗？这怎么了？嚯，不是这声。嗯，哭了，大便干燥。哼，哎，就，不是还是小姑，哎，无所谓，哎，无所谓。你看我，哎，你等我说清楚了，王杰芳，哎，我也是一个没有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哎，想想，哪怕来个姑娘，这次来个京班啊，来个吉娃娃也行啊。哎，那管什么用啊？松狮，没挑个大的了，雪纳瑞都行。这，还养长毛的还？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嗯。正在伤心难过，是小丫鬟赶紧过来。哟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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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喂，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哭？您怎么也在这哭？您怎么也在这哭呢？后院书房，后院书房，后院书房，老爷在那哭呢，老爷在那哭呢，老爷在那哭呢，赶紧过去瞧瞧，赶紧过去瞧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。丫鬟那嘴上马桶怼我是怎么着？怎么这么碎叨啊？走着。哦，我妈喊上了四个丫鬟，四个，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，你得给我妈收着。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四个丫鬟扛着我妈去的。对，为什么扛着？没腿。哦，没腿。来到了后院书房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没腿？我说我爸跳舞怎么做？真是个跳棋子儿，你说。不是废话，没腿像话吗？有腿啊。有腿吗？有腿，有腿。有腿。哎，有一条真腿。还一条假腿？没有，都是真。前面那两条是真的。哦，后面两条是假的。你妈四条腿。你妈才人头马呢，我告诉你。他左前是真的，右后是假的，没有啊，就两条，两条真腿都是真的。搀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，哎，进屋一瞧，你父亲正在分吃分吃的生气呢。呵，这个词儿，这个老气，还分吃分吃的，还得。我说老员外，啊，我父亲，
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，哎呦，瞧我们还要飞着呢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有文化说话。我说鹌鹑呢？鹌鹑呢？你妈才吐一把鹌鹑呢，鹌鹑。我说鹌鹑呢？哎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我妈是存款啊。那取出来，那是取过门来。我把你取过门来多少年了？多少年？400余年了吧。妖精啊！14、15年。14、15年了。嗯。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？完了。没有。你看。养下一女了否？质问呢。否。按着脖子呢。可是我妈是个跳棋子儿，你看。你说这是什么孩子？你说什么孩子？说自己的母亲。啊，否。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啊？哎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这身高不对啊。哎，我踢死你！别踢了。啊、哦、啊，好。飘走了。哎，以后少看动画片，听我的啊。您等会儿吧，这俩人说话，我爸这么高，我妈这么矮，那不是还是没腿吗？不是，你爸一生气呀、啊，就蹦桌子上了。上桌子。你母亲一着急躺地上了。你什么毛病这？两个人打起来了。打得着吗？光打架没有用。嗯。都是为了孩子，没错。但是夫妻没有隔夜的仇。哎，对。转过天来，两口子一商量，要去高山求子。啊，就是拴娃娃呀。就是去拴娃娃，没错。赶紧，他的母亲，嗯，上屋里开始梳洗大便，然后呢？你等等等。梳洗大便，干嘛？这拉完了干嘛去？这是？什么拉完了？不梳洗大便？怎么大便呢？就捯饬一下大便。捯饬成大便是吗？那叫梳洗打扮，不是大便哦。梳洗打扮，哎哎，完了以后准备这个洗脚，还得洗脚。洗完了脚以后，水都黑了。我妈太脏了，再洗脸。对，没有妈，妈，妈妈妈妈妈，洗到了，先洗脸，先洗脸，哎，再洗，啊、就是全弄乱了。我弄完了以后，嗯，准备出门，哎，出门去吧。门口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。是，坐上车。不到半小时到了，还挺快。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，北京京西。对呀、啊，过去拴娃娃的地方吗？没错。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那会儿，哦，没有啊。最后去了那个京西妙峰山。那山上有娘娘庙。到了山脚下，依着他母亲的意思啊，要拜山。拜山的意思是？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。哎呦，显得特别的虔诚。这信呐。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了。丫鬟。这个丫鬟不是刚才那个丫鬟，不是那疯疯癫癫那个了，嘴特别碎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这是他母亲贴身的丫鬟，哦，就贴身的提几人，提几人，什么叫贴身丫鬟呢？就是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，就打小一块长起来，跟亲姐妹似的，嗯嗯，一个被窝睡觉，没错。小丫鬟说了，小丫鬟劝劝我妈，夫人呢？哟呵，夫人，哟呵，不可以那样，不这劝哪样？我心疼你呀，去。这是贴身的丫鬟吗？这不还是那厨子吗？他就是说话嗓门就些，没有嗓门，小丫鬟女洗脚，没错，然后漱口，嚯，你就别说了，好家伙，爱喝这重口味的玩意儿是吧？漱口像单打水啊，女的细声细语、啊、夫人呢？哎，夫人。我心疼你啊，夫人。哎呦，咱找一个二人抬吧。二人抬抬到了山顶上。你等，你等，你等。哦，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娘娘腔。什么叫娘娘腔啊？哎，夫人呢？这干嘛胡子？这是小辫儿吗？女同志小辫儿。你等会儿，女同志小辫儿都在这儿梳着呀，也没梳到这儿来的。您梳的这是武松啊？这是。哦，这，哎，就行，就是披肩发这样的。哎，找一个二人抬，哎，又叫滑杆滑杆抬到了山顶上，和我母亲。到了山顶上，依着他父亲的意思，啊，要敬山。什么叫做敬山？闲杂人等全都闪开，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，就跟包场是一样。光有钱不行，嗯，还得有势力，有权力，大伙得听他的呀。没错，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，自己喊，你看。闲人闪开，我要净身，全都闪开了，那怕溅一身血呢，这
什么叫我要净身呢？那拴什么也不管用了，那个净什么山，净山，仙人闪开，哎，我要这天怎么着？没有啊，净山，净山，仙，大人冷唇都闪开了，是偌大的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就剩他母亲一个人，就我妈一人啊，还有一个老和尚。哎，嘿，你美什么呀？他比那老和尚开心呢，你看了吗？你留老和尚干嘛？轰出去！老和尚有用啊！啊，我就怕他有用啊！他有用？他什么用啊？他？他得念经啊！念经？求子金刚经。哦，多子多福求子经啊！哦，老和尚念这个。那当然了。就这个用是吧？当然了。哦，老和尚念经求子经，我跟你学学啊。哦，你还会求子经呢？哎，我学过，我家传这是。你爸爸和尚，你不是学过吗？传男不传女，这都。揭揭不罗僧，揭揭不罗僧，阿弥陀佛。这句什么意思？嗨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就不知道，愣来。大成成就，珍惜将成，摘出虔诚，上香舍拜。求子经，南海诸结帮有何用？我要这还是憋着净身去的。这变化又就别唱，我爸还是孙悟空了。扬声号，苦海滔滔，孽子招，为人不行半分好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没听那求子的词儿。远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求子。八月中秋，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有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内，不回归。哎，您等等，您等等，别唱了，别唱了。这位大师，别唱了，怎么了？您这不是求子经吗？求子经啊，怎么还死去亡魂不回归呀？您这没求这死一个，怎么死去亡魂？他要是回归了，他不等于活了吗？不是求子吗？你求子经，你得先念死一个呀，投胎转世啊。不是，我这么祸害人呐？那可不是，为了我得先念死一个啊。我天哪，我造了孽了，我来了还。您赶快求子问听的什么。死去亡魂呢，啊，郎呵呵你呢，哎嘿嘿，啊，郎呵呵你呢。老和尚划着船来的，这是。出来也挺难的，其实。我牵着马。还有《西游记》呢？别唱，别唱，别唱！不是您这不求子吗？怎么还有《西游记》呢？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唐僧干什么去了？西天取经啊！他得先取经啊！我还不知道，我就麻烦这师徒四人了，还是合着这事儿是为了我，你迎来不回归，爱日出送走晚霞，太投入了。踏平坎坷程，哎，走吧艰险，
哎，我就想问我是哪一集出来的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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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能是女儿国以后了。在何方？路在脚下，路在脚。见西伯来僧见那个阿弥陀佛。那是我在哪儿呢？白龙马哟，蹄儿朝西。我在动画片出来的。唐三藏，您这别唱了，行了，你没没了了，怎么？再来一首。刚翻过了几座山，还有续集呢，你这。七条河，行了行了。魑魅魍魉，怎么他就这么多？安、啊。您呀、啊，我这拴娃娃呢啊！什么五环五环？哎，在五环上拴娃娃呀？哎，哦，就是和尚还知道说的是拴娃娃呀？我以为《西游记》呢嘛，还再看他母亲啊，往这一跪，是烧香祷告啊，终于这个开始祷告了。老娘娘在上，嗯哼，小奴家缺门得势在下。你妈缺德！小奴家野门鸡是在下。你妈野鸡，傻门蛋是。你妈傻蛋，叉门叉是在下。你妈叉门叉是，你记不记孙门王氏啊？孙门王氏在下，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，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好话，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。后手还是真贫气，我跟你说。我们小心，再看他母亲啊、嗯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。哦，绳人，准备拴娃娃，拴那泥娃娃。哟，我妈还套个狼，你看了吗？抬头一看，是老娘娘怀抱一个。抱这个，嗯啊，这个不能拴，为什么呀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，哎呦，没那个命，没有啊。低头一瞧，地上趴着一个，地上那个，这也不能拴，怎么呢？长大以后淘气不好养活，哦，撒欢儿，再找吧。旁边老和尚念经，嗯，还没念完呢，哦耶。然后呢，再看他母亲，接着找，等，那个就是经我就不管了啊，这叫哦耶是什么意思？欧耶是梵文，啊，我不管什么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、啊，就是什么？快来那种意思。那这个孩子快点来、哦、啊！耶，快来！嗯嗯，哎、啊，他们现在照相那个欧耶是什么意思？嗨，这就是快门啊！你甭管了，哦，就是快字全是。你不要再问了啊！嗯、哦。找吧，还不让问了。找了少去，找了少去，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。那桌子底有四个。对，有谁？有你。啊，当，哎，当，当。我妈脑袋金刚钻的，当当的。他不是旁边敲磬的吗？老牛。梅艳芳、柯受良、张国荣，你们四个。你说我跟仨死鬼混什么呢？你母亲一眼就瞧上你了，瞧上我了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是这是我的娃娃，嗯，把你抱家去了。好啊，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啊、嗯，你母亲怀孕了，真灵啊！不服行吗？不行啊！不服行吗？不行啊！老和尚多灵啊！对，老和尚多灵。